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lo 哥。这节课呢，我们要来学习王俊凯跟蔡依林一起合唱的新歌，叫做《新引力》。那这首歌呢，和弦有一点点多，但是不会太难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个 C 和弦，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撇 ；M 和弦用中指放在最上面这根四弦的第二撇 ；A7 和弦你用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一撇 ；F 和弦呢，食指放在二弦第一撇，中指放在四弦的第二撇。在 F 和弦基础上呢，你把无名指放到三弦的第二品，就变成 Dm 和弦。好 ，Em7 呢，食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把无名指放到二弦的第三品，就变成 G 和弦。OK， 下一个呢是 E7 和弦，食指呢放在四弦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好。Gm 和弦呢，食指放在一弦的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三弦的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最后一个呢，我觉得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会比较难的和弦 ，Fm 和弦，食指放在四弦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二弦第一品，然后你要用小拇指呢放在一弦的第三品。那很多初学者的朋友呢，小拇指是最弱的，就是小拇指是非常没有力气，那你按 Fm 呢就打不开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专门的训练一下小拇指，比如说用你小拇指来打爬格子，爬一品、二品、三品、四品，然后爬回来，保证每一根琴弦都能发出声音。你每天呢练习，就是开始弹唱之前啊，练一下你的小拇指。基本上呢，你每天稍微练一下，练一个礼拜呢，就可以弹得很好了，好不好？下面呢，我们来学习右手的节奏型。右手的节奏型呢，这首歌我们用的是扫弦的节奏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学下滑线的部分，就是和弦下面有标注下滑线的呢，我们要扫的节奏型是下下下下。好，然后扫弦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用一根食指的指甲尖往下扫弦，扫弦。然后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你的手肘要靠在尤克里上面之后呢，你的手腕要放松，非常的放松，大概就是你洗完手，然后手上面有水，你这样甩动的感觉啊，就你的手腕要放松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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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你上来的时候呢，可以用食指的指腹上来，也可以用大拇指指甲盖的尖尖上来，都是 OK 的哈。下上下上下上，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下下下上。下下下上，最后两个下上呢，它是短促的，所以大家可以集中在下面几根弦就好。下上下上下上，下下下上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有下滑线的部分 ，Dm 和弦，下下下上，换成 Fm， 下下下上，换成 Em7， 换成 Am， 换成 Dm， 换成 G。如果要开始弹唱的时候，是不能这样卡顿卡顿的，你要练到和弦的转换非常的迅速。好，要练到这个程度呢，才可以开始弹唱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没有下滑线的部分呢，是要怎么弹。我们要用到一个更长的节奏型，用到的是下下下上，上下上下下上。啊，我们把这个长的节奏型拆成两部分，前面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学的是一样，都是下下下上，后半部分是上下上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，这个位置的上下上它也是非常短促，在这个位置进行就好了，上下上。然后这个下是四根琴弦都刷下去，最后一个下上也是集中在下面两根琴弦就好，下上下上。所以呢，后半部分是上下上下下上，我们跟前面连起来就是下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，再一遍下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。OK， 我们把速度稍微提快一点点哦，下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。比如说我们这首歌的第一个和弦 C 和弦，它没有下滑线，就是要弹好，那后面有下滑线就弹我们刚刚教的那个节奏型就可以了。然后大家一定要把和弦转换了练到非常熟练，比如说 Dm 换成 Fm 肯定是大家非常吃力的部分，那你就不停的练 Dm Fm Dm Fm， 一直练一直练，练到你可以像我这样子速度就 OK 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把左右手呢合起来，把这首歌呢加入弹唱来示范一遍，好不好？按住 C 和弦，离你有点远。
试试看对面的你怎么表现，空气我们之间火花开始蔓延，我在等你的出现，我想这是心引力的定律，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，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，想和你去南极，想和你看流星，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，吸引你的注意，让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，这甜蜜幸福的快窒息，来收藏我的心，倾听我的声音，我跟着你的脚印倒数四三二一。好，所以呢这首歌呢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把和弦扫清楚，然后呢碰到有 FM 的和弦，如果是你比较害怕的，你要把跟 FM 所有相关联的前后和弦之间的转换呢练清楚，那这首歌就可以完成的很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这节课就是这样子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加油，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在留言底下向我提问，其他想学的歌曲呢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，这节课就是这样子咯，欢迎大家添加话题一起谈尤克里里向我提交作业，拜拜咯。